陆战的连长候选，体能跟勇技应该是一定要纳入评选的条件吧？而且要当连长，哎，这两项应该都要很厉害吧？这个人事单位就有问题了啊！谁让他当连长的？还是当连长后过得太舒服，整个大崩坏，体能整个快速下滑，然后突然忘记怎么游泳了？连长，你这样不行啊！你还实兵的哎，你还跟我一样是步兵的哎，步兵是最苦的，体能好是一定要的。真的无法合格的话，你就去干别的职务嘛。连长不适合你。